烧酒鸡，请问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讲？啊，当然了哈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猜谜啦哈，就很有趣啊，就是说九个男生啊去沙滩玩，猜一道菜啊。九个男生去沙滩玩，烧酒烧酒鸡，恭喜答对了哈。为什么？烧酒鸡嘛，九个男生嘛，啊，他去沙滩啊晒太阳哈。你现在开黄腔吗？是，这是一种幽默感呐哈。因为我们这个几杯黄汤下，不能播啊，需要喝一口酒的。哎，对对对，黄汤下肚之后，黄汤下肚之后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那个试烧酒烧酒鸡了哈。那个等一下，等一下进场哈。严谨，你先到前面来，然后把眼罩戴上。哦，不要紧张，视觉上不太好判断呢。其实都蛮好看的哈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要怎么猜？卖相都很好啦哈。所以那个连锦，你要先用闻的吗？好啊，在哪里？王丽人给他闻一号。好，这是一号，闻过了哈。好，我觉得第一道应该不是。嗯，有很，因为第一道的那个，我再闻一下一号在哪里，我再闻好了。一号九号，这个不对，不是一号，对吗？ OK， 对，这是不对。会不会他不用吃？会不会他用闻的就能够猜中吗？这么厉害吗？太强了啦！啊，因为妈妈的酒那个味道哈，很独特哈。好，这是第三号，接下来闻第三号喽。光用闻的就能猜中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像。所以三号喽。对，然后。所以连锦要不要赌一下？就只用闻的就猜了。真的假的？要赌那么大吗？这样很厉害。还是你先排除掉一碗好了。我先排除掉一号好了。不要一号了，对不对？这我有点迟疑，因为我妈在煮烧酒鸡，她会用酒精浓度比较低的酒来煮。OK， 对，所以你还是想要品，你还是想要品尝一号的吗？我还是我试一口看看。好啊，那吃一下一号哈。那要给你鸡肉，先给我汤就好。汤啦哈，汤应该就主要是汤啦。哎，你懂啊？那当然，烧酒鸡主要是喝那个汤，汤是当精髓嘛，哈。这个绝对不是，不是一号哇！品尝一下二号的汤哈。来喽，二号像不像？这有像哎，啊，二号很像吗？这有像哎，因为酒的味道是比较甘甜的 ，OK， 而且不呛，所以像是懂酒的人做的烧酒鸡，是不是？好难哦，这个。好，王丽人要为你三号碗里面，这是三号，这个高丽菜放的比较多，所以是你妈的吗？意思怎么样？所以是什么意思？是你妈的风格吗？喝汤能够吃。吃高丽菜放甘甜呢，烧酒鸡一定要放高丽菜才可以提升它那个甜度。对，好，严谨你要决定了，二或者三，我决定三号好了。二跟三你要猜三吗？三，严谨确定了，你妈妈做的烧酒鸡是三号，恭喜啦！哎呀，猜中了耶，是，很厉害耶，你真的很了解你妈哎。所以请问现在看你眼睛看到之后，视觉上是很明显的吗？很明显啊，就我妈做的。为什么？有炒过，然后那个姜片，它基本上它都很大块的。如果可以靠事前联络好的线索，那干脆放一只鳖进去就。对，吃鳖。成功了，恭喜你！恭喜哈！怎么办？后面的人会猜中吗？我觉得好难哦。有点难，王丽人应该很容易对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一道菜了。你妈妈要煮的是？我妈煮的是我最喜欢的凉拌鱿鱼。啊，这么难吗？对，这道菜好像你吃的经验很多嘛。嗯，因为我不喜欢鱿鱼，可是因为我很喜欢妈妈做的。可是因为在这差不多六个月，我好像没有吃过我妈妈做的这个鱿鱼。可是如果你以前常吃，应该一口就尝出来了。可是妈妈品质有时候会变，她太久没有做，她也会变，她会忘记她放了什么什么。所以妈妈煮的那凉拌鱿鱼好吃的点是说那鱿鱼很好很脆还是怎么样？她的酱自己调的，对，妈妈的码那个酱做的很好，酱应该不会变吧？对啊，凉拌鱿鱼你应该没有问题哦。啊，有啊，这问题是这样的，有一天小明呢哈，他去吃鱿鱼面，结果他点了一碗鱿鱼面来吃，就发现里面没有鱿鱼。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鱿鱼？因为老板忘了钱不够。啊，不是，因为那只鱿鱼还没有游回来。啊？但是如果这样，先，哎呦，来，分着喝。这是一个好 timing 嘛。给我一杯好吗？我要一杯。去准备菜吧。好，帮他准备菜。好，王丽人你要到前面来了哈。然后这次李严谨帮他戴上眼罩吧。
好，阿基师麻烦你喽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凉拌鱿鱼哈。啊，这次鱿鱼啊，我已经掌握住了哈，不会再让它油掉了哈。啊，在我的掌控之内哈。凉拌鱿鱼还要闻吗，王丽人？要闻一下。现在一号来喽。厉害哦，又调的那个酱。闻得到吗？闻在这里，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对啊。闻了一号喽。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哦，好。现在闻二号。二号。来，送给我自己。闻了二号。接下来闻三号喽。好，靠着闻，王丽人，你有要排除哪一碗吗？不会是三号。不是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味道不够香，所以等一下吃就不要吃三咯，还是要吃一下。OK， 好。因为有时候品质不大一样。那先给你吃一号的凉拌鱿鱼好不好？现在是一号碗里的凉拌鱿鱼，一号的，是这个吗？是吗？这样吃就知道，是不是很油？知道吗？只是在咬而已。所以你点头的意思是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那现在要尝第二号吗？让它漱个口。要。好厉害，让它辣度上。对，第二碗来喽。是这个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吃吗？啊，也是点头。王丽人好不好吃？是不是根本没差？两个都很好吃。那是我在问你好不好吃，在问你哪一碗是你妈妈做的？是不是？好丽人，你右手就是水哈。真的。这好难哦。好，民警帮你夹好了鱿鱼，加上菜哈。而且配料都一样。三号是不是完全不可能？一定不是三号。不是三，嗯。所以一跟二，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再吃一口的话，你要选一还是二？二号。二号吗？他全部配菜都给我。什么东西？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什么要放在一个？可是一号跟二号配菜都一样。真的假的？王丽人现在一号的配菜有都一样。多吃了一口二号。王丽人，二号是你妈妈做的吗？应该是一号。请问依据是？比较香，然后麻油味比较重。哦 ，OK，Jenny， 然后比较脆。你如果现在用眼睛看，知道哪一盘是你做的吗？长得很像，这道比较难呢。Jenny 认得出来哪一盘是你做的吗？这个就是我做的。你可不可以告诉你女儿，你做的是几号？这一号。所以你确定吗？啊，你确定吗？开始犹豫了。你确定吗？对，一号，怎么这个有一点像？Jenny， 你需要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吗？我正确的一号，一号吗？好，确定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答对喽。所以王丽人妈妈做的这是最好吃的一份吗？对，因为妈妈的麻油都会放比较多一点，有那香味。那这个有点臭，然后这个偏酸。嗯。那这个是就口感对最好的。对。哦，我好久没有吃你做这道菜，好好吃。恭喜你。好，米可白，你要把眼罩戴上哈，然后瑶瑶来，然后陪他这样子。刚刚其实应该没。请问妈妈要做的菜是什么菜？妈妈你要做什么菜？蚂蚁上树。蚂蚁上树。哦，听说是你最爱吃的啊。哦，我喜欢吃冬粉，所以你妈做的冬粉是有特别的味道吗？应该就是比较平淡无味这样，就真的就像一就有点养生这样。了解，那阿注意，来还有问吗？还有问题啊？真的假的？技师的问题永远问不完啊！除你意料之外啊，请说，请问哪一种动物啊有打不完的麻将？啊？熊猫？打麻将？不对，乌龟？哎，都不是，答案是蚂蚁。为什么？因为蚂蚁上树啊，它不断的上树啊。米可白回答超肯定，你妈解答让全场傻眼。这是一号的蚂蚁上树在你面前了。哦，太香了，不是我妈的。现在吃进去的是二号的蚂蚁上树。蛋糕哥没熟啊！怎么样？要不要就去这个吧？选这个？要不要没熟的？直接选拼了，太难了。连三号都不吃了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你妈妈做的。我妈做的会熟啊？这没熟，这哪边来的？我妈妈的三号的吗？真的吗？妈妈的三号，你妈妈可不可以宣布一下，一二三，哪一号是你做的呢？二号。剥馅，剥馅。可以把蚂蚁
就带进来了。没有问题啊哈。现在阿基师帮我们推进来，一共有颜色很不一样。哇，好多蚂蚁啊哈。颜色差很多，好多蚂蚁。请问你还需要闻吗？还是要直接吃？直接吃好了啦。我边吃边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瑶瑶喂你第一盘。很大口哦，可以吧？这是一号的蚂蚁橡树，在你面前了。哦，太香了，不是我妈的。不是哦，那个不用吃是不是？吃一口啦，吃一口啦，要吃了吗？你吃一口好了，好来。不是啊，吃一口，有点大口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热狗。什么东西？好吃还是不好吃？这不是我妈的，太好吃了，因为它香气够，然后要加一点辣椒，然后把那个冬粉它 Q 度又在，不会软，太软烂。所以是太聪明了，厉害了。这不是我妈的。好，现在二号来喽，二号。对对对。前面啊，闻闻看，闻起来怎么样？嗯，毫无味道吗？没有味道。现在吃进去的是二号的蚂蚁上树。那你刚才没熟啊？怎么样？这是这个吗？选这个？要不要？没熟的，直接选拼了，不可能。连三号都不吃了，好硬啊！是不是？好硬，肯定是你妈妈做的。我妈豆粉会熟啊，这个没熟，这是哪边买的？可能是我们工作人员做的，是不是老姜做的？哇，好硬哦！好好好，赶快漱口。豆粉还可以煮到没熟，对啊，太有才华了吧？没熟。好，米可白还剩下三号，还剩下三号，闻起来怎么样？闻起来怎么样？忍不住直接吃。我妈妈的三号了，真的吗？妈妈的三号，为什么？我妈那个，它有一点酱油，但是酱油不入味，它酱油只有表面。然后你再咬到冬粉之后，你只有冬粉的香，那酱油根本没有附着。但你妈至少冬粉会熟，是不是？对，第二个没熟。所以你要选三号，三号，三号。那那个你妈，你知道哪一盘是你做的吗？你妈应该可以。OK， 好，那请你在前面来哈。那个，你妈妈，你可不可以宣布一下，一二三，哪一号是你做的呢？很好。火线，别再火线。试试看，不是，通常阿姨你姐是用冬粉还是米粉呢？冬粉，但是你这么就是用米粉，那是米粉做的，对不对？冬粉，这是冬粉，不行，你们吃看看。这新的，新的，这不可接受吗？是米粉无法加旁边，这是冬粉，冬粉啊！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有够硬，怎么样？好硬哦！真的没有，没有熟吗？冬粉不可能那么脆吧？所以你妈妈有创下新的层次而已。这新的层真的很，你吃看看，阿姨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还是被你找到了哇！太厉害，你太有才华了，太厉害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妈妈冬粉煮这么脆，所以你对你妈妈料理还抱着一丝希望哎。对，因为我妈以前是说有熟就好，说我根本没想到这一盘竟然没有熟的是她的。那你有在赶时间呢？我到底还在咬哎！我早上就煮了，我怕闷到烂，所以就特别把它用很有嚼劲。没有，因为它会马上去会变干哎 ！Q 蛋那个是硬，你要让多湿一点，然后让妈妈没关系，有妈妈的感觉还蛮好吃。妈妈的味道。我觉得今天你妈妈做的蚂蚁上树有激励到另外三个女儿，要更感恩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蚂蚁做饭真的很好吃，起码有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米可白，以后再有类似的猜谜的时候，就往最惨的那个猜就对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你要相信你妈妈永远都是最惨的那个。谢谢四位妈妈给我们带来，谢谢四位啊。